展示。怎么分辨真假建盏？真假建盏在业界呢，其实早有定论，无铁胎非建盏，这个是检验真假建盏最重要的标准之一，也是最核心的。首先，建盏的底胎啊，颜色啊，一般是暗黑色或者呢是灰黑色，不光是外胎，内胎也要黑。第二是放在桌子上，你拿筷子呢敲打建盏，有类似于金属碰撞的声音。第三啊，就是胎底要粗糙，这样的建盏才能达到既透气又保温的效果。第四，胎图只能取自福建省建阳水籍一带。那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建盏，胎底的这个颜色呢很浅，就失去了建盏的精髓。大部分胎底啊使用了化妆土，胎底黑色，内胎并不黑，而是其他的颜色。在一些茶城茶盏上，人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建盏，这个斑纹和建阳建盏看上去呢没有很大的差别，而且价格相当便宜。那如果你是买来当一个茶具喝喝茶，真假当然就没所谓了。但是如果你喜欢建盏文化，它呀就是个文玩，那可就要讲究了。